生老公还是喜欢生老公？对，那你要不要是第二胎？我不要。袁凯身上你最喜欢他哪个东西？人好人好啦。你喜欢老公还是喜欢 solo？ 老公哦。那你不爱 solo？ 那个是会。那你要不要是第二胎？我不要。那你要去哪里拍婚纱照？阿林。这么浪漫哦。好人好啦。袁凯身上你最喜欢他哪个东西？你最难过的一次是哪一次？跟我结婚。只有你最难过。人好人好啦。如果 solo 长大变八加九，你会怎么样？那怎么办？他就变八加九了、啊，他学坏了怎么办？他跟台内在一起怎么办？他就不。你成为大内内会最想做什么事情？发挥了。那会想要去夏威夷吗？不要。你想有大内内穿着比基尼，对不对？带你们去。那你夏威夷跟拍婚纱，选一个你最喜欢的。在南门。好冷好冷。现在平均月收入多少？百万。百万哦。你现在平均月收入百万。啊、那你会偷存私房钱吗？会哦。那你藏在哪里？银行。那银行密码多少？好难。那你记得是哪个银行吗？好难呢、哦。你跟袁凯怎么认识的？打包。你爱爱最喜欢什么环节？为什么？老公都流汗，都脸红了。